光巨星。Świat to jedno wielkie królestwo. Nie dołożymy do tego ręki. To naprawdę był twój pierwszy raz? Nie pytaj mnie, to nie będę ci kłamała. Ile miałeś dziewczyny z internetu? Parę setek? Chyba parę srek. Masz syna? Żadnych pytań. Przecież jego mózg nie pracuje, nie widzi pani? To jest roślina. Ale rośliny nie bawią się klockami. Chciałbyś mi coś powiedzieć? Nie poddaj się! Jak kasa? Później. I że to fakt, powiesz mi, że to mocia. Pierdolę i tak rozejdziesz się po łokciach. Zaburzenia emocjonalne, proszę.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今年的台北电影节很波澜，迈入第16个年头的北影一样是大家的避暑良方。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策展人郭敏荣来到现场，我们分享。敏荣你好，欢迎来到异想世界。各位观众好。敏荣，今年是台北电影节第16届哦，就是我们说国际青年导演的竞赛单元也迈入第十年，就是满十年。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今年策展啊，有方向有什么样子的调整吗？还有策了哪些新的专题？今年的大方向上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是有小的地方我们加了一些尝试，希望让影迷有更多不同的想法这样子。像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国际青年导演竞赛，今年是10周年，所以我们在观摩的部分，我们也扩大了未来之光这个单元的选片。未来之光是关于所有新的导演，国际的新的导演他们的作品，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多元的国际上这些新出来的导演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尝试。那另外还有国际青年导演竞赛10年追踪，也就是说之前曾经来参加过国际青年导演竞赛的导演，他们今年又推出了什么样子的新的作品，我们精选了3部让大家来看，来看他们接下来的发展。那在专题策划的部分呢，我们今年除了说在延续之前说介绍导演或者是演员这样子的专题影人的策划以外，我们也多了一个不同的从概念上的出发，是关于动物的部分，就是不从只有人的方向来看，是看说这些动物是怎么，我们怎么样子来看这些动物，然后这看他们的过程之中又怎么样子的反应我们人自己的观点。对，那接下来主题城市的部分其实是所有台北电影节的观众最熟悉的一个单元，我们也仍然维持这几年比较主将主力放在介绍新的影片，比如说过去这5-6年的发展，这样子的脉络。那在经典回顾这个部分呢，我们有今年有法国，因为法国的影片有蛮多的修复片，所以我们精选了4部以奇幻出发的这样子的单元，这样子的影片，然后我们精选了4部。那接下来就是明导出体验这个部分，是关于一些导演，现在已经很知名的导演，我们再去回顾他们当年的第一部作品，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让现在的观众还是有一些，以往追寻台北电影节的观众还是有一些熟悉度，可是在里面给他们一些小小的不同的刺激这样子。刚刚敏荣其实已经大略帮我们说一下新的尝试有哪些，那我们说就是光是看动物看人这个新的尝试，其实真的很特别。我们说连去年的天堂爱的导演他的作品也有被收纳在这个单元里面嘛。敏荣可不可以帮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各个单元你特别推荐哪些作品？好，动物这个单元其实是因为我在前几年的时候有看到，慢慢在跑影展的时候有看到几部影片是关于拍动物的，对，但是他们不是
像那种比较像迪士尼的影片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个配角，就是很可爱的猴子啦，或者很可爱，对，那种通常都会自己发展出一部影片的这样子的配角。是说他们在看动物的时候，其实这些影片都是纪录片，他们有一些很独特的看他们的方式。比如说在来自星星的你，我们偷了那个韩剧的一个梗，他这部影片是关于一个动物园里面，法国的动物园里面很著名的一个星星的以他作为主角的一部影片。那这部影片很特别的是说，他从头到尾他的镜头就是停留在这只星星叫 Nanette 的星星，但是他所有的画外音是照顾到他的动物园的管理员，或者动物园的园长，或者是动物专家，或者是所有的从小到年长，或者是国际的旅客，他们每个人都在看着 Nanette 这只星星的时候，讲着他们认为 Nanette 现在在想什么，说他看起来好像很悲伤的样子，他看起来好像吃饱了很闲的样子，或是他可能现在正在讨厌他隔壁的那只星星吧。但是这些的对话里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你看着那只星星的所有的表情的时候，你会在一边疑惑说，这到底是这个星星他自己心里在想的事情，还是其实都是我们心里面的投射。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以这部影片作为代表的话，它有一些点出一些蛮让我们可以思考的面向。对，刚刚也有讲到，就是法国电影中心他们其实在做影片修复这一块真的做得非常的成功，没错，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经典其实都是修复完成片。对，那敏荣这一块有没有特别想要对大家介绍的影片吗？我想要跟大家推荐无眼之脸这部片子。无眼之脸它是如果大家有记得前两三年的那个花都魅影这部片子，里奥卡获的影片的话，它里面有一个戴面具的女生，她其实她的inspiration 就是来自这一部无眼之脸。它是蛮早期的一部片子，关于一个外科医生，他为了要挽救，为了要再给他出车祸的女儿重新有一张脸，对，怎么样子到街上去绑架面容姣好的女生，然后把她的脸割下来，希望把她移植到她女儿的脸上，对。那这部影片非常著名的就是那个女儿一直不断的戴着面具，在这个大宅，因为她不能走出去，在这个大宅里面来来回回的走。然后影片里面关于说这些被绑架来的女孩子，她脸被割下来要移植过去的那个画面，我觉得也是很多变脸片，比如说像是变脸、画皮、切肤预谋这些影片原生，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在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那种血淋淋的感觉，其实在当时就有这样子的大胆的尝试，以及散发出一种很诡谲，然后尤其是结尾有一种非常隐晦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对，现在来看仍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对，就很多的好作品，不管是过了20年、30年、40年，再看还是一部好作品。对，还是有惊人。对，还是有让人震惊的一些部分。对，我们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波兰导演，其实回头去看他们的历史，去发现说我们其实并不是都是这么的无辜的。所以像是这一次选进来的另外一部影片叫《沉默的共谋者》，当初在波兰上映的时候也受到蛮多的争议，因为许多的人就跟导演讲说，你一点都不爱国，你为什么要对外说波兰这么不堪的一个历史。